雄奇壮美的大兴安岭与绵延起伏的燕山山脉，在浩瀚的内蒙古高原东部挽起古老而文明的希拉木伦和老哈河，缔造出一片9万平方公里绿叶状神奇土地，这就是坐落于内蒙古东南部的赤峰市。倾听历史的回响，赤峰是一部深沉厚重的文化典籍，走进它，你就走进中国北方近万年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里。这里是中国北方文化的摇篮，中华文明的第一把篝火从这里点燃。这里是驰名中外的红山文化命名地，6000年前的中华第一龙就腾飞在这片绿土地。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古城古国遗址，4000多年前中华国家的雏形就从这里开启。这里是威震四方的大辽帝国的故都，1000多年前从神话中走来的天之骄子将契丹的名字写满欧亚大草原。凝望富美的大地，赤峰是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情画卷，走进它，你就踏进蔚蓝色蒙古高原神秘的艺术殿堂里。一曲如泣如诉的马头琴声带你走进洁白的蒙古毡房，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。一首悠扬的牧歌，一杯醇香甘甜的奶酒，让你的身心陶醉在豪爽草原的星空里。原生态的乌兰布统草原恬静壮阔奇丽，这里是花的世界，云的故乡。第四纪冰川造就的克什克腾石阵奇绝突兀怪异，走进它不得不让你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万顷碧波达里诺尔让你深切感受草原天鹅湖的诗情画意，800里瀚海玉龙沙湖让你真正体验沙海冲浪的狂野豪情。东方雪域圣地美林谷滑雪场让你临风劲舞，挥洒驰骋高原雪域的激情与浪漫。赤峰这一方天赐净土，深得大自然的垂爱，荟萃了中国北方风光之胜境，景观之大全。触摸城市的脉动，赤峰是一首浪漫生动的现代抒情诗，走进它，你就融进赤峰人朴实无华、文明和谐的生活里。山水园林景观、现代城市社区与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中心城区以盛装出击，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长足发展。经过几代人共同描绘的工业强势、
科教新事、生态历史蓝图已徐徐展开。依托矿产资源优势，打造中国北方有色金属之乡；依托风能资源优势，建设亚洲最大风力发电基地；依托区位优势，构建内蒙古东部交通物流中心；依托地理人文优势，打造中国草原自驾游胜地和世界级旅游目的地，建设内蒙古东部百万人口城市。一个个宏伟目标正伴着新时代中国梦的历史最强音逐步变为现实，屹立在百姓心灵中，书写在充满神韵、生机和活力的赤峰大地上。感受真诚的邀约，悠扬的马头琴，迎客的蒙古民歌，欢快的安代舞，献上洁白的哈达，你成了我真正的朋友。赤峰这片辽阔的大地，祖辈们世代传承的美德，至今流淌在每一个赤峰人的血液中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更加宽广、豁达。民族的融合与守望相助，使这片土地不断上演新的奇迹，不断书写出壮美内蒙古、亮丽风景线上华美动人的赤峰篇章。